大家好，这里是斗破苍穹三年之约，这个游戏很像一年逍遥啊，我们这游戏已经充了13400了，今天又要充个2000-3000，感谢小姐姐大驾光临，我们就疯狂充值就可以了，这游戏还是和昨天一样，对，但昨天少了一个那个火啊，那个火就没有了，今天这个火的话啊，我们可以多买点，走你。这里买一下18、30、68，68两次，98有人要吗？有98一次，98两次，好成交。168买一下，328还是算了，我们这游戏玩时间稍微长一点。然后和大家说个好消息，这个号已经卖出去了，非常感谢这个号主啊，他已经给了我500的定金，这是200抽，今天可以抽一个爽的给大家啊。这个号的话，挺好的，这里3000烟火，昨天咱们出了一个整的，今天再出一个整的，我觉得就太过分了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哇，你这不有了吗？这个怎么给了那么多金丝月？这个金丝月很难搞的，抽到它是大动脉了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一般来说，你看都是给这种垃圾东西，你看这种只给一个金丝碎片。我们家这些游戏都是玩给大家看的，纯粹亏钱玩给大家看的。哇，又给了那么多设置工的碎片，真好。挺白的，今天。挺白的。我和小杰今天穿的是情侣衣服，哎，我们都是偏这个肉系的，真棒。肉系的。看我多有心机。大奖预览的话就是3000烟火，奖励预览的话，你看这里这些碎片7%-8%的几率，刚刚抽那么多就离谱，所以这游戏就是假随机啊！你看趁他病要他命多抽一下是吧？就出一个哇，就哎出不太行，没有出整的了，出整的会弹一个出来，就贼爽。好，各位再来领取六个令牌，没有了，加了110000战力，来走你一线领取啊！以包买买，全部买光，一个两个六块，走你68、30、18、98，走你来兑换一下，这应该不会出整的火。然后和大家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啊，哎，我们现在是玄境嘛，玄境下面是虚境，有一个大斗师，他今天升到了斗灵，就那个榜一啊，他战力从1.5亿升到了4.2亿，因为他有个大的突破，所以这个战力虚得很，下得很多，我们今天好像升不到，要直接给30的青天地心火和20个海魔焰，哇，这个大奖搞定了，青天地心就给他搞定，今天有概率可以升，八星三转，第五天。好，古地洞府啊，咱直接充了15000了，各位，12-37万，把这装备一下，一件装备，然后再融一下这装备就可以了。你看翠灵，啊，这又不够了，翠灵，你看这个就可以把装备丢一下。好，再来，啊，这材料就吃完了，你看多好。踏青迎春，咱还没有搞呢，抱歉啊，这忘记充钱了，对不起各位，我以死谢罪吧。快，小姐杀了我，快点，这磕死在这儿，我要死在小姐姐的温柔乡里面。这游戏早出几年会很火，你说的对。那我还说我早播几年我会火呢，对吧？我要赶上16年，我这成旭旭宝宝了就，话谁不会说是吧？168，买一个吧。好，这里198抽，就差两抽。啊，主要有个一模一样的和他火了是吧？一念逍遥是吧？啊，我觉得这游戏它不可能的，它本身出如果提前出没有一念逍遥做参照，它出的肯定就是垃圾，比这个还 low 呢，你知道吧？这里我们今天想办法把这个中间的大奖抽掉啊，这里还有56个碎片啊，今天好抽不到了。看一下啊，因为他会给一些这种紫色的就不算东西啊，这些紫色的你看67个、26个，今天128抽好像不够。还有金色的。对，这个都是金色的，但是有点难。你看现在给金色概率越来越多了。对啊，都是碎片。对对对对，反正这个都是保底的。一定逍遥氪老多，这没有办法，很正常。达成，这可以领取了。好，再来三个哦，刚好十抽，走你。好，这是再领20个。我们先给他升到9星啊，九转。9星的话，加了一点点战力，38万，然后就直接可以指点了。现在充个能，935，使用一次。哦，只能打到2个啊。现在再来吃2个红的，再把橙的吃了，橙的给的鸡太少了。紫的也要都吃了，现在还剩十次，今天只能是二转，今天差了一点。第五天领取，踏春迎新就最后一点时间了，各位，这只有最后的12小时了。那我们靠，要拿满吗？耶，啊，这是300宝玉搞一下，只能搞个38了，各位，这60个刚好就能把这个都抽完啊。这游戏真恶心，这赶紧拉满，不然这个药尘就没人跑路了。对，因为前面你看现在给那么多，就给的好多，而且待会儿有个整的，那个整的算50个碎片，好。
中间大奖来一个啊，大哥，你看出了一整个，这可以摧魂的肯定一次，加九万两次三次，三次之后还有十四个碎片啊，啊头像啊炎霄啊，这开十四个药尘，打开宝箱，再来剩下的都开彩铃啊。他为什么叫彩铃？彩铃不叫美杜莎，因为美杜莎是别人叫他的名字，彩铃是萧炎给他起的名字。你说他要，我知道了，对吧？这是再淬一下魂，哇，直销八十个这东西，才七十万，再进阶，这多一个技能其实会厉害一些啊。我的另外一个。好，就是吃了十个，吃完升二转，把剑挥出去，小友，我看你撑吧。这可以抽二十次，好，一次六十八，难得的一个弹窗就买了，再来，哇，这弹窗好像挺划算的，六十八给五十次吗？这抽那么多次，虽然没抽出好东西来，哦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嗯，好，给小魔宠升一下，喂养，这136个昨天都没有吃，一起吃了。加了15万，其实还可以再养个，好像技能先随便升一下，嗯，升不了了，喂养一下啊，这怎么就那么一点，升一次阶 只能喂一次升一次，喂一次升一次，好，四阶中期都给他吃完，好，血脉激活顺风一下弄完啊，激活激活的话升至凡品，技能随便升一下吧，好，资质好久没有给他吃，哇，这资质加50就感觉很强哎，下面就战力在不断在增加啊，我现在已经在升战力了，是加2万那个样子，不止，加了20万应该是，加了23万，不着急，再给大家升一下，现在就疯狂升战力啊，哇，这都满级了，走，一件装备再升级，对，我们这全服第二个，了解一下，赶紧把这个装备提升了，再淬炼一火，还是先升3000焰火，3000焰火今天可以进阶神仙啊，进阶这个要买68，10个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小姐姐你肯定很会过日子，对不对？这儿胜利星，把血算1块钱掰2块钱一个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这里啊，这个都升满了，哇，那很爽啊，给他升级啊，对吧？升到100级，满级100级吧？不是，还能再升，哇，直接在吞噬再升一星，每次升星中加很多，加70万啊 ，nice。好，穿戴一下这个炎霄这个头像框，刚好我们这头像本身也是炎霄啊。第一充多少？应该是充了8万左右，8万说实在也不是特别多啊，再加8万，这个神秘黑戒就是我们抽的那个东西啊，就是他不但给那个黑戒碎片，还给那个药神碎片的，但他给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哎。再升灵，现在在修炼，哇，突破刚好，突破100%，哦，牛掰，升就升这个万影赋，它是需要8个。哦，刚好能买8本啊，那很好，升级，这有170万这个材料，哇，加了8万，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又加了30万。我们今天万界争锋打到这个第二名啊，第一名万道至尊，我们是万道圣尊。这游戏先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收看。